问题与讨论。一，哪些工程会将坡脚移除？在山区筑高速公路或铁公路，在山坡地开挖或盖房屋。二，有以上活动，请列举和山崩有关的因素：水、岩层重量、岩层是否为顺向坡、坡度是否过大、山顶是否有建物、是否有地震或人为因素等。三，如果最上一层是页岩，第二层才是砂岩，是否更容易造成山崩？为什么？较不易发生山崩，因为页岩为不透水层，水不易渗入岩层中，较不会增加岩层重量，且与下层砂岩之交界处也不易累积水分，可保有较大的摩擦阻力。